立体三的话，他说以八公尺每秒向北运动的十公斤物体啊，就是说呢，初速哈是等于八公尺每秒向北，然后质量是等于十公斤，突然受 F1 及 F2 两力作用啊，那 F1 的话呢，其方向为向北及向东啊，啊，记住哦 ，F1 起向北啊。这是向北的啦，那 F2 的话是向东哈 ，F2 是向东。F2 是向东啊。哦，这是四、八、十、二十，啊，这是八，这是三十，好。好，那你看啊，向东的冲量多少？啊，这向北啊 ，F 一起向北啊，向北的冲量多少？向北的冲量我们叫 Z 1好了，这块面积嘛，这块面积多少？这是八乘以三十除以二嘛，向北的我把它写在外坐标嘛，八乘以三十除以二，二十个八。所以是120毫往北，进去。那这 J2 多少？ J2 的话哈是这个嘛，好 J2 呢就等于多少？这块面积40加这块面积嘛，上底加下底乘以高，它除以二。是这样子，好，二得四啊，那四十呢加多少？三十嘛，三得六十啊，一百。好，所以这是向东的，这一兔哈，一百向东的哈，这样子，没问题吧？好，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最初八秒内所受的冲量啊，好，八秒内所受的冲量哈。Z 就等于 Z1 加 Z2 嘛，一个同时嘛，受到 F1 跟 F2 的两个力，一个向北，一个向那个东嘛，这加起来多少呢？加起来的是100啊，跟120啊，100是东嘛，120是北，好，它的大小多少？大小啊？我先抽出20来，那20的话就是5嘛，5的平方多少？这应该是6吧，6的平方嘛，20 25加36 11嘛，6 11啊，哦，7点多了，88 64嘛，哦，大概是156了，对吧？那是116。好，最初八秒末的瞬时速度的大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冲量哈是等于动量变化嘛 ？m 呢乘以德塔 v 嘛。好，那 m 都要等于十公斤啊，所以 v 等于多少呢？德塔 v 啊哈是等于十分之 z。我这写掉100跟120约掉啊，对吧？好，那个末数是 V 嘛，减初数，初数多少？初数是08，这就等于10那跟12了。啊，那末数的话你说多少？把它移过来嘛，把这10八加十二多少？20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末数的大小是，十根号五，好，这二点多嘛，在二点二，所以大概是约22。
考22.4啊，22.4，这样没问题吧？